当联盟手机云台3在使用状态下，三击 M 按键或长按 M 按键 1.5 秒，机器进入待机模式，无需取下手机，直接折叠机器即可。在待机模式下，横滚轴电机不泄力，方便在折叠状态下仍可以轻松使用手机，握持携带。当需要继续使用联盟手机云台3的时候，直接展开云台，三击 M 按键或双击模式切换按键。待机模式解除，云台即可恢复工作。感谢您的观看。